连日来，惠城区妇联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“千干扶千起，抗击疫情，安全复工”工作号召，由区妇联领导干部带队多次深入帮扶企业走访，指导企业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，摸清企业涉及重点防疫地区的员工数量、员工返厂和返厂后隔离情况等信息，逐项检查企业应急预案、独立隔离场所、口罩和消毒液等物资，厂区重点场所消杀消毒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。同时，通过微信群宣传各级政府最新的防疫精神、疫情动态、防疫小知识、复工注意事项等信息，提醒企业及时做好防疫措施，在线为企业答疑解惑，全面保障挂钩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有序进行。